好 surprise 咯，我都係第一次見，我都好好奇啊！啱啱又急啱時間，又免費啦，當然。就好像說你在普通的石頭裡突然發現了鑽石一樣，這種感覺是讓你又驚訝又喜悅的。我想歌劇這件事就很多人現在看過之後可能都會覺得喜歡看，這件事絕對會的，因為整套戲開頭或許對歌劇的認知程度或者等等不是那麼高啦，那透過這一齣戲看完之後會發現了一件事，就是原來歌劇是可以令到我們一些普通的都市人來看完之後是會有一些很大的共鳴和迴響。我覺得蘇玉華去介紹是最好的咯。我是蘇玉華的擁趸嚟嘅，我都很欣賞佢嗰個話劇嘅。咁所以佢喺呢一度去做咗一個主持裏邊咧，咁我可以幫助咗我哋嘅好了解呢個歌劇裏邊嘅演出。Hello， 我是蘇玉華。呢套歌劇叫做《茶花女》，是歐洲歌劇大師威爾第嘅得意傑作。《茶花女》不單止是威爾第的首本名劇，它還是其中一出最受歡迎、歷久不衰的歌劇，非常好 fantastic， 一些是水準相當高的，